的特辣钵钵鸡上来了，要把方便面弄进去。我还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钵钵鸡，真的。我突然就有一种待会再去吃一个火锅的那种感觉了。哈喽，我是丹妮。朋友们啊，前几天小唐收到了鸡哥热辣钵钵鸡的艾特，现在已经又踏上了去重庆的啊高铁上。这次来重庆呢，只办三件事：迷路、找路、把阳光晒得更黑。走吧。他们是扫码点餐，让我来选菜。好饿呀，好饿呀！麻辣牛肉，菌霸菌根，猪腿豆皮。它锅底有特辣的，咱们吃特辣，吃冷的吧，不想吃热的哈。锅底有鱼，理解的。Later。的特辣钵钵鸡上来了，但是我感觉它这个红油很少啊，但是它今天没有那个肖妹妹，然后呢，我就去隔壁便利店自己整了一桶我心目中的白月光，来泡一会儿，真的是很饿了。它这个辣的真的还，它红油的香都很少，我觉得真的还有点辣一个。这是第一口啊，我直接认出了它的辣。我们今天是点的有点少，待会再点，好少。这里有69块钱。丝瓜，我们再加一点吧，峰峰，好好啊。色辣不辣？我觉得还好，有辣味。能接受那种吗？我喜欢这个里脊，但是它这个鱼只有最后一串了。一人一半是吗？一人一半，敢吃不散。那我觉得它这个汤底味道一般般，很淡。哇，停电了！哦吼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在外面。我煎鱿鱼。我要去喝我的方便面，我的白月光，你看老母鸡汤面。Hello， 美女，你们好啊，美女。哎，美女，你吃方便面啊？嗯。好，美女，我们是咱们。好，把方便面弄进去。来，给你留着，我说面。觉得这个汤底的方便面才更适合我。这个泡面就好吃了。它这个钵钵鸡我觉得麻味也很重啊。我觉得辣，小米辣。那不不不不不。那就是麻辣味很重，我还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钵钵鸡，真的。他面这里好惨啊！你真的不吃吗？我觉得有点辣。这是我们刚刚加的，我它这个真的就是那种白的直接加进来的，谢谢。
瞧不起我啊！他瞧不起我，我真的今天要是不汤泡饭，我真的可能吃不饱。还是汤泡饭好吃。我真的我突然就有一种待会再去吃一个火锅的那种感觉了。真的，马上开始找火锅店，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吧。这个钵钵鸡真的满足不了我今天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高铁，真的满足不了我啊。我觉得它的牛肉那些还是好吃的，因为有就是肉吃的爽一点。哎，真的加的这一次我觉得不怎么那个了，没什么味儿了吃的。鱼皮，你们喜欢吃鱼皮吗？好吃，菜真的没有味道，好伤心啊。我以为这个钵钵鸡能把我吃得很满足。是我想太多了。哎，火锅汤汤。我来找火锅来了。我待会儿再去吃一个火锅吧。等我一会儿。那我们这一会儿的视频先到这里，等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评论、点赞和订阅哦。还有，不要忘了点亮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我的更新消息。